动作点赞，动作全部动作。大家好，嘿，基尼的基尼，今天呢，家家拿森贝尔家族宝贝雪橇一起玩。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，Go Go！ 箱子里有，首先两个礼物盒子，各种形状的玩具，礼物包袱，穿着圣诞老人和鲁道夫服装的森贝尔宝贝，最好呢。家家，雪橇在里面哦，是和平的下午，在一楼有兔妈妈在做很美味的午餐。在三楼，孩子们开开心心地玩着游乐设备，咻咻飞起来哟，咻咻飞呀，咿呀咿呀，咿呀咿呀，咿呀，呜，好无聊啊！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呢？哦，我们去乘南瓜马车怎么样？啊，是好主意。那么我们快去换衣服吧。好了。爸爸，我是毛骨悚然的幽灵，我是非常可怕的魔尼。那么快下去乘南瓜马车吧，咻，我先下去咯，咻。那么幽灵来了，咻。我的宝贝们，哦，又是穿了幽灵和魔女服装。妈妈，今天也要乘着南瓜马车玩幽灵游戏。对呀对呀，走吧。魔女和幽灵驾到喽！扑通扑通，扑通扑通，咻！冲破大风雪，坐在小桥上。哦，朋友们，是基尼，基尼！哇，你们那是什么呀？嘿嘿嘿。万圣节过去了好久了，谁还穿着魔女和幽灵的服装啊？啊，看基尼打扮成圣诞节的风格了。哦，是呀。嘿嘿，当然，圣诞节很快就要来了哦。你们也换上圣诞节的装扮怎么样？哦，我也想换成圣诞节的装扮。我也是。是吗？我给你们换上圣诞节的装扮。稍等一下哟，你们变成圣诞节的版本呀呀，棒棒棒，怎么样？哇，你看我变身为圣诞老人喽！哦，我怎么是鲁道夫？好开心呐！我们竟然变身为圣诞版本了，要不在我们家开圣诞 party 吧？哇，是个好主意哟。但是不行喽。啊，为什么，基尼？知道吗？为了开圣诞 party， 需要闪闪亮亮的照明，还需要漂漂亮亮的圣诞树呢。哇，基尼，那么呢，我们好好装扮我们的家，大家一起开圣诞 party 怎么样？真是好主意。那么为了烘托圣诞气氛，挂一挂亮闪闪的照明，还有漂漂亮亮的装扮一下。那么我们马上带材料回来。咻，冲破大风雪，坐在雪橇上，飞去过天涯。基尼，你看，哦，这都是什么？咦，阿姨也在家哟。阿姨好，不是别的，我们打算开圣诞 party， 要把房子漂漂亮亮的装扮一下。哎呦，这个想法很不错，那么我也来帮你们吧。那基尼呢？首先，爸爸挂一下华丽的装饰品。基尼真是太好看了，那么我跟孩子们一起用这条圣诞线来把房子装饰一下吧。加，那么我先来。咻，我心满意足了。我们在草坪上把圣诞线咻，哇，真是太漂亮了。但是有点空。这感觉是什么呢？哦，是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啊，说起圣诞节，少不了亮闪闪的灯光。棒，基尼用魔法棒变一些灯泡出来。灯泡啊，出来呀，呀，哦！那么基尼呢？把
把这闪闪发光的灯泡漂漂亮亮地贴在圣诞树和屋子外边哦。加赞，照明安装完成。哇，那我们家也有闪闪发光的灯光了吗？哇，我想快点看。不好意思，基尼也有用魔法也做不到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一起等等。哇，灯亮了！哦，真是美丽极了，基尼，谢谢你。啊，但是为什么灯光不会一闪一闪呢，基尼？如果你想要，爸爸，基尼就给你看哦。这样，那么基尼来换个灯光，你们选择你们喜欢的灯光。这样，首先第一个是亮一下，暗一下。第二个是飞快的一闪一闪。第三个是放电。第四个是一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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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五个是静止，好像是静止哦。这个怎么样？好看吗？一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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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亮闪闪的，真的好好看。那么因为要开圣诞晚会，我要叫所有的朋友们过来喽。出发，我也要去。那么我来做晚会料理。有了一闪一闪的圣诞树，他们的房子是不是变得很美呢？这样看，好像圣诞节真的要快了，朋友们也跟父母一起漂漂亮亮地装饰一下自己的家里吧。圣诞快乐！今天拿森贝尔家族宝贝雪橇套装一起玩了玩，朋友们觉得怎么样？好玩吗？那么基尼呢？下次会带更好玩的玩具回来哟，拜拜！呀呀呀！大家屋里也漂漂亮亮、闪闪发光，装饰好了吗？基尼呢？脸蛋就是闪闪发光的，用不着。